따라 이제 슬픔이 반대편이 오천장을 하긴 다슴 하니 有个悲喜，想回温暖一次，我不忍心。我知道我已经会后悔，想起你，就快看不到你的脸，手就要停止，绝望，快要不能呼吸，能够醒来并不容易，怕想想没有。 有些怕那阳光里不能吸引泪，回到黎明，真的已不在意，满心静静的恨着，曾经爱你，有人爱你。 现在的一切变成回忆，在每个夜里，我常站在海边大声喊你，没有的悲喜，想回温暖也会刺痛我的心。我知道我一定会后悔失去你。 看不到你的脸，手就要停止绝望，快要不能呼吸，能够醒来并不容易，无法想象没有你。在太阳光里浮现，眼泪都掉于你，真的已不在意，满心静静的恨着，曾经爱你。 新加坡，对，这是新加坡是宣传您的这个新专辑吗？对，宣传我这一张，但是第13张专辑也是我的精选集，分享我的。13张了，对，你开始啊，首先呢，我要大家呢，给你一个鼓励来恭喜你，就是您的精选集在台湾已经卖了10万张了哦，恭喜恭喜！谢谢谢谢。问你一句话，我们知道从你出道的时候，那时候你是一个很文静的人呢，问你一句话呢，问你10句话，你可能讲半句哦。到今天为止，你这么会说话哈，这个转变呢是怎么样？是因为呢，还是什么？ 对，我想学习很重要吧，你知道你自己有什么缺点啊，就努力去改进啊。然后你慢慢久而久之，你就会找到一些方法。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对自己有信心啊。哦，对自己有信心很多吗？你当然了哦，该有的有啦，不该有的当然也不会有。我想这跟这个小五哥的这个血型有关系啊。为什么呢？他血型啊是那个。
没事就来找事做，我心都跟往那找不到。工作室啊，自己这个地中海设计啊，哦，是否对你的一个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？工作室的话，它地中海的设计比较严格上比较浪漫，像希腊一样，是那种白色啊、蓝色、红色非常鲜艳的颜色。什么是地中海设计啊？不好意思，地中海设计和颜色为主，来，我们过来这里，颜色会比较好一些，哦，就是这样子的颜色。没有挑高了，空间很大，比较自由，感觉上比较没有拘束感，然后创作的时候可能比较容易灵思泉涌吧。你的这个创作啊，你这个身为人父，是否已经对你现在目前的创作啊有一定影响？我觉得每个阶段不同的想法吧，那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感受，那我觉得一定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帮助，或多多少少有一些不同的想法。不过小五哥写了这么多歌，也帮了很多天王级的人物写歌啊。到现在为止，这个写歌的这个技巧方面有没有改变呢？我记得曾经有一首《情网》啊，然后你还模仿这个张学友唱腔，对不对？我没有模仿，我写给他。然后在演唱的时候，因为我据说这个小五哥在模仿艺人呢，相当的厉害。我不会模仿他。没有啊，可是你说你模仿这个刘德华，对不对？我记得。其实不在于模仿，反正我是抉择啊。小五哥呢？你的唱腔是非常特别，所以早期的最早期的。特别的爱，他是个爱，那个鼻音有点重，对不对？比较近啊，那我就唱。好了，来。特别的爱，你给特别的你，我的心我逃不过你的眼睛。特别的爱，给特别的你，你让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。还有加油，爱上最高点。要点唱一下啊，对对对，点。爱到最高点，爱到最高点，不靠一句誓言，就把你放在心里面。好一个爱的最高点，非常谢谢伟思凯，谢谢你，小五哥，谢谢。好，那到旁边休息一下。爱到最高点了，现在马上就进入我们这个节目最高点的时候了。最高点了，来，马上请出我们。哇，